继续是来自嘉义县的艺文活动，104年嘉义县社区艺术季系列活动将要伫19号开跑。今年以“将有意识”为主题，为地方注入新的能量。“将有意识”将要安排10场次的活动，为9月19号到105年的1月10号，暗时7点将要伫故乡镇来演出。其中有4场次配合故乡南艺开馆试营运，将要安排伫故乡特区太祖大道来开演，甲故乡南艺的魅力互相辉映，将带予民众完全无同的文化体验。嘉义县社区艺术季将多元的艺术演出灌溉乡镇角落，透过音乐、戏剧、舞蹈、综艺等不同类型的表演，呈现“家有意识”的主题概念，落实多元艺术扎根，和艺文更打进民众，稳扬嘉义县的艺文欣赏人口。嘉义过去这几年来，我们每一年在秋高气爽的时候，就会到请艺术团体到社区去表演哈。所谓社区呢，就是在庙前，在社区活动中心哈，或者是到学校去哈，让我们的县民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艺术表演。所以我们请到的有国内外的各种魔术、舞蹈、戏剧哈，各种特技表演的团体，让大家有机会去接触它。因为哈，我有一个痛苦的经验呐。咱个故宫南院是嘉义县政府吼，用70公顷的土地吼，安尼吼去台糖吼，甲买安尼去整出来，毋是天顶落落来啦。但是吼，要起一间故宫南院吼的时阵吼，迄阵啊吼，故宫南院吼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竟然讲吼，迄起伫嘉义一定失败啦，因为嘉义吼迄个所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是足无起一个所在啦。这实在是很侮辱我们南部人哦，不是台北人生下来就很有文化的哈，文化是靠养成的，不是靠速成的，不是去买的哈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把艺术的种子撒在每一个嘉义县的角落，从小学，从社区，让我们每一位县民都要慢慢去养成哦，这个艺术的一个成分。县长张华官、文化观光局长吴宏明、甲新闻行销处长李雅珍，9月16号上午为社区艺术季活动代言，希望透过10场次的艺文展演，和表演艺术深耕社区，活络故宫南院周边的艺文风气，开创属于嘉义的表演艺术文化特色。新闻新闻，张乃新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